你这麒麟变脸是吧？郭麒麟为什么这么好笑？枪枪对决，枪枪对决了啊！这不愧是冠军的备选人呢。鼓掌，进攻，再近一点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大林子，稳他。你居然输了，武昭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 ！I can't believe it！ 三、二、一，走！攻击他，攻击他！让我来！我有这么好笑吗？为啥这么好笑？